四五香拔了第四个减虾干，因为减虾数量愈来愈少，制作的量嘛对咧减少。这项食材会当用来炒菜或者是炒饭，是在地人记忆中的好滋味。不过这种过程要透过人工一只一只将虾肉剥出来，搁爱晒日头，会当讲是非常高工。每年的12月开始到过年清明进前是减虾上好食的时阵，四五剥了的特色虾干就是以减虾为原料。不过因为野生减虾数量是愈来愈少，加上制作是非常的高工，价钱是已经起价一斤千四块。啊，就减虾啊，不就泡到大去啊，啊，咱只要煮只落洗洗落浸一下，啊，再落煮啊，最好食的啦，一斤千四。减虾干制作的过程是需要人工一只一只来将虾肉剥出来，抽出纱巾，摆好整齐，再来透过日头晒。由在地高龄的居民来到三工，纯人工制作，非常的高功夫。迄条根啊，根迄条有沙，啊抽起来，甲要食着口口啊。摕阮在老张晒啦，倒白啊，老日就晒两工啦。即日头晒来才好食啦。啊，无日头就冻起来，体冷冻冻起来啊。嘿啊，啊那日头搁食出来晒啊，啊头大啊，安尼，嘿啊，足够工的啊。咸虾特殊的气味，加上比一般白虾搁较甜，料理日菜拢真适合。炒菜、炒饭、炒面，拢是在地人记忆中的好滋味。十多年了，白这虾干，为了爱买啊，爱食虾干啊，炒饭、炒面、炒韭菜花、炒菜，拢好，拢好食，足香的，白搭。甲亲戚爱杀你啦！啊，这做螺蛳才好食啦！哦，炒饭炒面上赞。因为减虾数量的减少，加上要爱八斤的虾仔才来拍出一斤的虾干，三季一到是定定供不应求，民众想要食到这个好滋味，卡手就爱买。记者柯酸采访报道。